小朋友，你们要去哪里？铺子夜市。Go！ 来到铺子夜市啦！啊，来，你们来铺子夜市干嘛？哥哥，我要打弹珠跟买鞋子。打弹珠跟买鞋子啊，慧慧来。吃地瓜球跟买芭乐。买芭乐跟地瓜球啊，你嘞？我要玩碰碰车跟吃章鱼。章鱼烧啊，你嘞？麻辣鸭血跟火龙果汁。哦，火龙果汁跟麻辣鸭血啊，那就够喽！哇。给钱，一个人十块，碰碰车，自己选哦。呜，哎，不要撞。叮叮叮，哎，李丽君呢？不要撞到，不要撞到。笨蛋，公姑公姑，笨蛋，就决定公姑，浪费钱。来，往后，往，哇，不行，这样不行，他没办法。你家那只灰褐色的，对，再往前，往前啊！太那个了啦，好，来，黄色的哦，来，我觉得这只黄色比较有可能。没有是这只，没有这只，这只比较近。OK， 来 go。上面往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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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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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点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好呀，没有啦，啊，真的来了，喂，要甩下来了，哥哥，买什么？这个，好，火龙果汁，3块，火龙果汁，下。耶、yeah, ，买综合果汁跟那个火龙果汁。你们两个，你们真的很逊呢，射那个5颗而已，对不对？超级大厂的牛排，夜市牛排，哇！哦，从原本摆路边，把它移到店面内，哇，人更多，吓死人了。光是人手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几个，外场就十几个，内场现场就3、4个，吓死人了。这规模只有夜市能做得到。玉米浓汤怎么样？不会那么咸，很棒啊！而且好喝，红茶非常的道地，哦，就是那个真的是夜市牛排的红枣红古早红茶，好喝。